你这次虽然未能一战成名立下战功，但你已经看到了差距之所在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李世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我自相信，玉郎今后一定会带领西周重现辉煌。 你今夜为为父多喝上几杯，哎，喝酒伤身啊。伤身也要喝，走。阿爷，阿爷，阿爷，走。阿爷，多喝几杯。哎呀，你别拉着我嘛！快快快！ 禀司马，兵长史夫人，村里每家都派了能干的丁女过来，长史夫人若有事，尽管差遣。有劳周村正了。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周村正，把村里所有的男丁都召集到村头吧。是。云衣、芈娘，把去死的生白蝶和攻房处的寻常白蝶布给大家传看一下。好。 真是裂开的！是啊，夫人这是用了什么方法？这白蝶布怎能纺得如此松软？这生白蝶怎么变得如此干净啊？也没什么稀奇的，你们看到的那白蝶乃是用机车去紫开松了一番。但凡用这种白蝶，人人都能将白蝶布织得如此细软。 莫说可以代替绢帛胶条，若是拿到市方上去，一匹也能换上一冥钱。一冥钱！长史下令可用白蝶代替绢帛交租掉的事，人人知晓。可这西周谁人不知，白蝶好重，但不难纺，光是波子就要花上不少功夫。因此，不是家中实在无钱两买布，寻常妇人绝技是不会讨那苦头吃的。对。 乡下地方茶点粗糙，娘子们先勉强用一点。周娘子有劳，客气了。我在外间准备些酒菜，娘子若有事吩咐我就是了。乡下点心哪入得了口？夫人来尝尝芈娘带来的，可还勉强入得口？你去分配杂役可还顺利？还是长史夫人的主意好啊！若不是丁父们去得快，又吉言夫人推广的白蝶极好，今日分配杂役之事便不会如此顺遂。都是司马筹谋的好，又亲力亲为，每村每乡的游说，琉璃不敢居功。司马辛苦大半日了，赶紧坐下来喝杯茶，用些点心吧。对对。 赶快坐下来。这些都是芈娘带来的，休息一会儿。都是司马喜欢的口味。哦，小的失陪一会儿，去看看饭菜准备的怎么样了。
刚才听你一直咳嗽，声音也有些嘶哑了。我在里面放了地鱼，最是润肺止咳。你快喝了。司马平日的茶食是何等精细，不会吃这种粗陋的东西，亦不会用这种粗鄙的茶具，更别说这些来路不明的地鱼了。怎么会是来路不明呢？我刚才在院子里亲手挖的呀。司马，你相信我，地鱼最是润肺止咳了。云姨不要胡闹，司马身边名医众多，小小咳嗽哪需要你这民间土方？可是明明只要喝一两杯地鱼水就会好的呀，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？司马，算你聪明，再喝两杯，明日你的咳疾就好了。司马同意喝了云姨给的地鱼水，反而让我很意外。以我对司马的了解，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，司马是不会碰的。也许是一时心软吧，我也被迫流落过异乡，可从未有一刻像他那般活得如此明朗单纯。你说子子和司马有何事，还要避讳着我们？这我怎会知道？我看云娘对司马十分热络，莫不是有意于司马？是。怎么会？为什么不会？司马人长得俊朗，又心系西周百姓，是个好男人呀。我是说，你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将喜欢之意宣之于口？喜欢就是喜欢，为什么要遮遮掩掩？怎么啦？你也喜欢？实不相瞒，几年前家中长辈的确有意撮合我与司马，我与司马也算是青梅竹马，门当户对。只可惜，只可惜司马不喜欢你吗？司马岂止是不喜欢我，他是不喜欢这世上任何女子。唉，司马就算千好万好，可单就是喜欢美少年这一样。此话当真？自然是真的。司马早已过了而立之年，以他的身份地位，你可见他身边有旁的女子没有？您看，登场金，您装上，这几样。来了。这冬至大如年，娘子竟然亲自出门采买，我也想出来走走，顺便看看西周如今的民情。嗯。娘子，家中有客人登门，说是带了阿郎的口信，我正要出门寻娘子呢。是何人这般要紧，要子子亲自跑这一趟？是上次送云姨娘子回来的那位米大郎，说是军营那边出了点事，阿郎让他来西周找屈司马上报朝廷。上报朝廷？嗯。小谭，你快去都护府请司马。哦，是。娘子，那位米大郎身体情形看着似乎不大好，婢子以为是否需要去请韩义时让他过来看看。好。是啊。
顾靖娘子，方才有个身上带着血迹的人进了您家，看那模样像是人贩子米大，那厮不是好人，要不要小的们去府里请差役们过来？多谢各位，我已知晓，不必去烦劳差役了，我心中有数。这，哎，顾靖娘子，小心点。再胡说，什么救人报信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竟然骗到子子这里来了。我云姨，你先回自己的院子，这些事情我来处置便好。你们也下去吧。是。究竟出了何事？子子，莫听他的，此人最是刁滑，如今又编出了一套胡言乱语，说唐军在打赌城内屠杀行商，他因为救人伤了两个唐军，逃出唐营后，子夫命他来找司马，说要将此事上报给朝廷。他也不想想，打赌那般的大城，又不是贺鲁的地盘，唐军好端端的屠杀行商作甚？真是谎话连篇。屠杀行商，密谋成人不是什么善类，但今日之言，若有一句虚言，必遭天打雷劈。哦，你以为你不会被天打雷劈啊？云姨，你先回自己的院子去。不，子子，他真不是什么好人啊。他是不是好人暂且不论，他今日所说恐怕是真的。多谢娘子，多谢娘子看信迷蒙。娘子快去请司马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苏将军说屠杀行商是做贼，而且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，均分财帛，他们就诬陷迷蒙，说是叛城的余孽。裴章使道，这事要使朝廷知道，而且越快越好。我已经派人去请司马了。大郎，屋内说话。迷蒙生来便不是善类，某此次进城也不曾安着好心，本想妾身君家到认识的人家诓些银子来，可谁成想。竟只剩下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，躲在水缸里发抖，一眼认出某来，竟抱着某的脖子大哭。某便打昏了，听见声音进来的两个唐兵，某将他带出城，送上马。都怪迷某思虑不周，给苏将军带来了麻烦。第三日，苏将军差人将我送出军营，后来某才听说苏将军不肯收下从打赌城搜刮来的金银财物，那个王副总管就一口咬定米某是打赌城的探子，又说苏将军早就收容了探子，才对叛城心慈手软，某好容易才逃到裴长史那里。事已至此，唯有上书朝廷，让圣人知晓此事，最好是让屈司马请屈都护上书。如若不成的话，可请司马暗地遣人将你送到长安，我家娘子自会知晓如何将此事上达天庭。现在军仓那边的情况如何？长史的军仓已经无粮可送，大军自半个月前，将士们的口粮就已减半，马料更是被减，战马勉强有草料果腹，但是不足用来代步的司马却是大批的饿死，军中多有怨言。想来王文度屠杀城内行商，
除了自己不肯空手而归，也是为了抢掠粮草钱帛，好安定军心。米大郎，这位是韩医师，你还是先处置了伤口，才好禀告司马。多谢娘子，米某并无大碍，只是夜半骑马摔破了鼻子，多流了些血罢了。嗯，确实并无大碍，只是几日不曾休息，受惊后流血不止，身上还有别的伤，再这么多熬两日，也就是少活两年而已。请夫人先回避一下，韩某去检查他身上伤口。辛苦。娘子，你看这个过所做甚？难不成有什么蹊跷？你来帮我看看这过所。哎，这个和婢子从安家拿回来的确实有些不同。今天新发的，这是凝聚着我一夜心血的杰作。想来长史他现在必有危险，苏参军记恨长史，长史在军中定不好过。有了这份假过所，这样我就能让阿古带着安家侍仆，借助沿途安家的财力马力，以运送军中物资为名抵达军中，替长史在外疏通一下，以防参军迫害。娘子，派去城门守候的小厮回来了，他说司马回来了，不过那孩子根本就进不了司马的身。他说司马跟着好几十号穿盔甲的人一道进了城门，那些人都凶巴巴的，咱们家小厮上前还没开口呢，便被推到了一旁。不过那孩子倒算机灵，他看见司马身边的长随落在了后面，于是他就上去说了两句，长随应了说得着空会跟司马回禀的。几十号穿盔甲的人，可打听了都是些什么人？说领头的是参军苏南景。你所言当真？大军已然班师，那裴长史早已被军中扣下。此等大事，苏某焉敢胡言？这裴行俭若只是调遣军粮不利，那也便罢了，他还同苏定方一道偏袒那打赌成探子，王副总管如何能容得了他？只是论理，这裴新简毕竟是西州的官吏，理当由区都护来发落才是。王副总管要我知会都护一声，再过几日，这裴新简便会押回西州。打赌？苏公子说的是鹰沙川西边的打赌城吗？可据我了解，此城很是富饶，城主是个滑头之人，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安插一个细作在唐军中。真是不知死活吗？可不是吗？王副总管原本是想给苏定方留几分面子，可是他仗着上次的军功，一味偏袒那打赌城的探子，还将他偷偷放出营去。现在这打赌城探子十有八九是来到西州了。王副总管让我配合去都护捉拿这打赌探子，不知都护意下如何呀？
既然王副总管有令，下官自当从命。听玉郎说，参军的人马已将西周的城门守住了，料那探子也飞不出去，倒是参军一路风尘仆仆，可是先要洗漱洗漱，歇息片刻。还是军务要紧，这打赌探子八成是躲在裴行俭家中，我们还应立即捉拿，以免夜长梦多呀。苏公子莫急，我会安排人悄悄盯着裴行俭家的宅子，顺道打探这两天那边的情况，但凡有了消息会立刻通知苏公子。那边有劳玉郎了。玉郎莫怪，并非我有意隐瞒于你，只是这次军令在身，不到西周万不可泄露消息。我说方才为何子玉还要问我裴守岳家还有何人呢？抓捕探子之事你还要抓紧一些，都护府也要密切严查东区的商贾，莫要让他们钻了空子。只要这回我们人赃并获，这裴守岳定然是罪责难逃。子玉放心，我心中明了的。何事啊？张氏夫人遣人找您，让您尽快去曲水房一趟。知道了。夫人，米大的伤呢，我已经换好药了，休息两日便可大好，夫人请不必担心。多谢韩医师，有件生死攸关之事还要拜托医师。夫人请尽管吩咐。不知韩医师能否将米大身上的伤势处置得看上去更凶险些，最好是奄奄一息就要丧命的模样。打赌城内行商被屠杀，米大郎被诬为打赌探子的事，我已经让阿尼跟你讲了。如今他若是被抓去金钟，定是有去无回，连裴长史都会被扣上罪名。我倒是想了个法子，可以冒险一试，只是米大郎的模样却是越凄惨越好。我这便去处置伤口。有劳了。夫人，在下有种更方便的药，不知夫人愿不愿一试啊？好，你先准备着，到时候听我的安排便是。阿爷，此事定有蹊跷，裴行俭和苏定方岂是不知轻重之人，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包庇一个什么打赌探子？去吧。啊？你遣人先去裴长史的府上通个消息，裴长史夫妇是咱们的恩人，也是西周百姓的恩人，帮他。哎呀，咋这么油啊！吩咐下厨，这两天把我阿姨的所有肉都给断了吧。这臭小子还让不让我活了？夫人，夫人请我来何事？我已知，我来只是知会夫人一声，苏公子已经奉大总管之命前来西周调查打赌探子，稍后我会带人巡视全城，也请夫人做些准备。想来司马还不知道打赌城内到底出了何事吧？何事啊？大郎，请出来拜见司马。司马，米大郎，司马。打赌城内的行商被屠害了，
你说什么？苏定方将军不可与王副总管同流合污，王副总管就污蔑他收留了我这个打赌探子。司马，您是认识米某的，某生在西州，长在西州，我哪里会去做什么老使子的打赌探子啊，司马。你是说打赌城里的那些行商都被屠杀了？嗯，司马，城使说了，事已至此，只有您能给打赌城这些冤魂做主，请屈都护上书朝廷，让陛下早日知道这血海般的深渊，给那些刽子手定罪吧，司马。屈家地处西南边陲，人情实危，要是公然和苏将军对抗，恐怕我倒有一个稳妥的法子。司马想来也知晓，我曾得到皇后之母荣国夫人的帮助，荣国夫人待琉璃甚是亲厚，求司马派出飞骑，私下替我传信到长安，琉璃保证，无论此事如何了结，并不会累及屈氏家人。再者，或许还可让皇后从此知晓司马的一片忠心。忠心不？再者，此事迟早会大白于天下，司马又何必同流合污，坏了名头？这书信，崇玉一定会送到。只是，如今这城门已封，米大郎，夫人会如何处置？司马不必担忧。请来了医师，还请来了神婆做法，现在裴家门口人山人海，人人都来看着米大郎中邪。米大郎本是西周一霸，作恶多端，因此人人拍手称快，都在说这邪中得好。
我倒是想大庭广众下说，此人就是打赌探子。说不出口。打赌如今到底如何了？那些行商真的被屠杀光了吗？倒是杀了些人。谁让他们负隅顽抗来着？司马，你这不就是死了些刁民吗？难道你信了那恶霸的胡言乱语，反而疑心大佐管用我？这大总管的军令，你也是不欲遵从了？那米大郎现在就在裴家的院子里，如果公子愿意，可以随时带兵把他拿了，也让西周的百姓知道此人并没有忠心，原来真的是大总管贪财，屠了打赌的行商，原来真的是你们想杀人灭口。子玉明谦，崇玉与你多有不同，我屈家世代居于西周，我不能置我屈家的名声于不顾，此事是我无法插手，请便。如今阿婆们看过一遍，劳烦您看看，米大可有好转？米大这情况是越发不好了，还请夫人早做打算。他既然求到长史这里，我虽救不得他，总不好便弃之不管。夫人，我会把米大带到我那儿，能救便救，不能救我也会送他一程。多谢韩医师。被屠城了，金银被他们抢光了，他们要杀人灭口！前面的都给我闪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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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都被屠城了，还不赶紧让他住嘴！这样胡言乱语，成何体统？
谁是医师？快把这厮嘴堵上！若是再敢让他胡言乱语一句，那又如何？长史夫人，小的不知您也在此，冒犯了。我也是无法。这米大郎前日挣扎着进了我家院门，便昏了过去。我连请了两日医师，没想到非但没有清醒过来，反而开始胡言乱语。我也想让他安生些，可是医师道，这米大郎受伤过重，若是下猛了药，只怕受不住。可若是不用药，这般叫嚷下去也撑不了多久。你们今日过来，可是有什么公干？啊，启禀夫人，原是有人告这米大郎逼良为贱，小的们要拿他去回话。夫人您看，你们也看见了，米大如今这情形，可是能回话的模样。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苏参军，您看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库迪夫人，好久不见呢。苏公子，想必这位便是米大郎吧？夫人就准他在这里胡言乱语，搅动人心。这米大郎曾在我一州犯下多起逼良为贱的案子，苏某要拿他回去问审，还望夫人能够行个方便。苏公子，你看他这副模样，岂能经得起颠簸？还是请公子高抬贵手，容他略缓一缓，等他清醒过来之后再说，也好保全他这条性命。并非是苏某不肯，只是公务在身，多有不便。还要劝夫人莫要为了一时的心软而纵容了恶人，只怕到时对裴长史的清誉也是有所影响的。既然公子是奉命前来提人，我也不好拦着。烦劳公子将公文与大伙看上一眼吧。苏某一时出门着急，并未曾携带。谁不知道这米大郎是出了名的恶人，难道夫人还会疑心我冤枉了他不成？公子此言差矣，非是我疑心公子。这米大郎再是行为不端，也还未定罪，是我西州子民。公子既然是在西州拿人，总要有个凭据。我虽是妇道人家，却也不能看着西州子民不明不白的这么丧了性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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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是人类啊？夫人这是执意要阻拦苏某办差了？我何曾敢阻挠公子办差？然则办差也有办差的规矩，哪个州道旁处提人是连公文都不发一张的？难不成令尊以为这西州是一州的县城？只要你苏公子出面，便想提谁就提谁，想怎么提便怎么提吗？这是军中大总管的鱼符，不知道以此为凭做不做得数。夫人还要验看多久？难道还怀疑苏某作假不成？这符牌自然是真的，原来令尊苏刺史当上了行军大总管，真是可喜可贺呢。夫人此话是何意？苏刺史难道不是行军大总管？那为何这一州逼良为贱的案子竟要出动大总管的军令？难不成这米大郎是将大总管家中的什么人逼作贱口了吗？夫人切莫胡言，大总管岂是你能开玩笑的？胡言？适才是谁一进门便道这米大郎在一州犯案，要带回去审问？是谁又拿不出一州的文书，却拿了一块军中令牌出来，说要捉拿一个逼良为贱的商贾？我却不知这大总管会爱惜西域子民到此等田地，连商贾在州县里逼良为贱的事物也要过问。我也不知这米大郎究竟是做了什么令大总管震怒之事，要让苏公子如此不管他死活的要将人带走。
还是说，这所谓的逼良为剑不过是借口？难不成这米大郎竟不是真的中了邪，而是真的看见了什么不该看见的事情，因此要被杀人灭口？住口！你切莫要胡言。谁说大总管要捉拿此人，要杀人灭口的？原来不是大总管要拿人，那便好。我原是听了一日的杀人灭口，又见苏公子你竟这般一刻也等不及的要将他带走，因此有些多心了。妇道人家没什么见识，请参军勿怪。既然不是大总管要拿人，那就更好说了。横竖这米大郎伤成这般模样，哪里也去不得，请参军略等一等，待他的伤势略好，再带上公文拿他入案，省得让大伙当真以为有人为了抢掠钱帛，图害城内行商灭族，杀人灭口。春来只比花思念，会倾斜的红梅叶，池塘边柳树旁，满江是一树从前，匆匆老去那些年。年幼月素难圆，我起相思谁解线，长亭外小桥边，明月下别窗前，寂静风雨诉缠绵。似沧海一桑田，春秋又望宋流年，我凋谢比生寒，青春逝去比少年，寒食天际上缘，曲醉寒窗一等闲，望明月又阑珊，人尽窗寒地又悬。春秋。